表妹们，你们人生呢一定有跟我一样现在这样的 moment， 觉得自己脸上的妆已经完美了，服装也无懈可击了，现在觉得自己是集知性与美貌于一身的女人。可是我的油刘海现在毁了我这一切。那时候呢，表妹们一定跟我一样，就干过一件很下流的事情，就是趴在洗手槽里面直洗刘海。怎样？不要笑，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下流。可是我等下去约会了，我现在没有那会时间了。做人要进步，身为控油大帝的我，现在连头发都要控制。这一瓶在欧洲销售位居 number one， 每9秒就卖出一瓶的寇罗兰极度控油干洗发喷雾，让你从油头的胎沟少女变成蓬松性感的万人迷。那我用接下来一整天的行程来测试看看喽 ，Go！ 现在台湾不管是通勤还是给男友在，都有非常多戴安全帽的机会。可是我们性感蓬松万人迷，只要一戴了安全帽，头发都会跟海苔一样扁。可是这时候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荨麻萃取可以让头皮控油，骑机车再也不怕变成一片出油的海苔。性感蓬松万人迷 is back。了解，我每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，都是以香香公主跟无懈可击的姿态登场。但朋友当中呢，总是有一小淘气很爱去吃麻辣火锅。麻辣火锅固然好吃，可是麻辣火锅是我们这种蓬松性感万人迷的天下孤星。每一次麻辣火锅只要吃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头皮就会开始出汗。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没关系，身为控油大帝的我呢，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此时莫急莫慌莫害怕，有了它，一切都可以。植萃米粉末把我头皮上的油都吸走，让我头皮不再有异味。我经常在奔波一整天之后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有人问我说：“表姐，晚上要出来喝一杯？”不、哦，那句话是真的，就是我刘海下午就会油。我曾经呢，我就为了晚上去喝一杯，到百货公司的厕所，用洗手乳洗我的刘海，再用烘手机把我的刘海烘干，但是这种窝囊日子已经结束了。独特的肤色粉末完全隐形，不会像面粉残留在你的头上。从此以后，油头表姐就跟着寇罗兰干洗法过着幸福快乐又蓬松的日子。Cheers。